所以讲今仔日安排这种哦，有歌唱节目，有特技表演，当然也有是跟现在呢时下最流行的哦，兄弟，你若行到最近的做秀哦，上个上爱看的就是咱钢管舞女舞女舞那那个女人哦，哎，我拢行咧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现在很健康的哦，哎，咱的钢管舞者呢，这拢正功夫的哦，啊，兄弟，咱若大家呢，尤其呢。你刚刚做工课，当然忝到要死啊！吼，来看一下舞者咧在跳舞吼，我咱会当来抒发一下吼。哎，啊，唔过唔能够大家较做一个动作哦，吼。结果你无出来，已经流出来啊啦！我来流鼻啦，今仔其实较袂寒呢。来，咱玉婷哦，即个是咱阿妹吼。哎，舞者里面哎，真的也是很会跳的哦，挺高挑的啊。啊，咱要挂露珠，咱要挂露珠，也是咧要挂金箍，咱随时拢会当来甲挂杯。咱欢迎，咱要挂露珠，咱要挂金箍，啊，欢迎咱这众信徒龙哈众信众来参悟哈，来参悟。美女为你摇啊摇哦，嘿，哇，我马上会疼呢，我等我来再不带请套头哎，等起来啊，今天真的很热。你是人跳到尾都疼了了呢，今麦禁止呢，今麦袂使，你要疼我嘛唔够，你疼下我，你够哪一兼顾我只爱用我的呢？哦。